3G101 县道通往阳明山的巴拉卡公路交汇的路口，有一座非常显眼的建筑，它是淡水警分局新华派出所，日前才将外观重新拉皮，不只是有全新的样貌，一旁的天麻驿站设备更是大大的提升，而玻璃市大人们也希望全新的设备能够带给民众更好的服务。从淡水的101县道通往阳明山的巴拉卡公路一直是许多单车好手喜爱挑战的路线之一，而在交汇的路口有一座派出所，更是骑单车民众的最佳补给站，而这一座淡水警分局新华派出所日前才将外观重新拉皮，不只是有全新的样貌，一旁的天马驿站设备更大大的提升。因为我们的现在警局有提供那个扩大卫兵服务，然后我们今年有重新拉皮，然后外观会比较漂亮，然后提供给往来我们新华所辖区的巴拉卡还有樱花步道的那个骑铁马的民众使用。派出所表示，为了让警察能够扩大为民服务，警分局特别将老旧的派出所重新拉皮整修，比较以往旧有的派出所，深红色的砖墙加上老旧的大门，现在新的派出所用的是比较亲民的粉红色，为了以在地特色为主题，还特别加上了樱花图样，里面有简便的打气啊，还有盥洗，还有警民场可以让提供民众解渴，里面就多那个樱花的图腾，还有那个脚踏车的图腾，看起来比较美观，比较漂亮。平日跟假日比较多，平日也是蛮多，因为我们这边现在目前是樱花季嘛，所以上来游客会比较多。走进派出所旁边的铁马驿站，虽然没有豪华的装潢，不过冷气、盥洗室、饮水设备应有尽有，也算是铁马族的 VIP 补给室。而派出所指出，假日来到这里的单车骑士非常的多，也希望全新的设备能够带给民众更好的服务。记者许端毅3G采访报道。